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潜水艇的变化。潜水艇的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压缩空气流水的压水舱，这个压缩空气压水舱可以把海水吸进来，也可以灌空气把海水排出去，排出去啊，所以造成一个现象，就是当我浮在水面的时候，像我们的右边上面这张图，我浮在水面的时候，只有红色的部分是排他液体的体积，所以这时候排开的只有部分，只有部分，所以呢浮力就比较小。那如果我沉下去的时候，下面这张图，红色就是我排开的，我全部都排他液体的体积，所以排他液体积变多，所以我的浮力就会变大。哇嘞，好好笑哦！你比在浮力比较小的时候是浮着的，啊，浮力比较大的时候沉下去了，那哪有这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浮力大反而是沉，浮力小反而是浮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个是啊，所以呢，下潜的时候浮力会变大，刚才讲过，因为排开变多啦，所以浮力变大。可是很奇怪啊，明明就是浮的时候浮力小啊，沉的时候浮力大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个是因为重量不一样啊，我潜水艇是浮的时候，压水舱里面没有水，然后我要潜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把海水吸进来，所以我的重量变大了，我的重量变重了，我重量变重了，所以看起来是上面的浮力小，可是浮着。下面的浮力大反而沉下去，那是因为上面跟下面它的潜水艇的重量不一样，要潜水下去的时候，我要把海水吸进来，我的重量增加了，我的重量增加了。好，这边就有一个那个算是动画，可是这动画上旁边的文字有很多的错误啊。他说潜水艇浮在上面的时候，里面的水压跟气压一样，这个完全不重要，完全不重要。浮力等于艇重，这正常，浮体的浮力等于船重。然后呢，等他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就把海水吸进来，啊，沉下去他把海水吸进来。他说沉下去的时候，空气排出吸还是对的，降低浮力没有，它不是降低浮力，它浮力反而怎样增加，因为它排开的体积变多，它使挺重大于浮力，这个算是对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正在往下沉的时候是挺重大，没有算没有错，完全沉入的时候浮力相等，这样这里算对，但是它并没有往下沉的时候并没有降低浮力，那么我想要上升的时候就把空气灌进去把海水赶出来，所以要浮起的时候将压缩空气将海水挤出是对的，然后呢使场内的空气量增加，好了也算对，浮力增加错，浮力反而怎样减少，浮力反而减少，因为排开一点体积变少了，变少了，那请就往上浮起来，往上浮起来。虽然文字说明重点的地方都是错的，好，沉下去的时候浮力是增加，浮起来的时候浮力是减少。为什么浮力少反而浮起来？因为重量变小，重量变小，靠谁控制？靠它吸海水跟排海水控制它的船的本身的重量。好，但是意思大致上到了。所以我们就有这一题啊，有个海龙潜艇出发潜到海水中，潜到100公尺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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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个叙述是对的？这上面的哪一个叙述是对的？上面哪个叙述是对的？ OK， 看一下这上面的哪一个叙述是对的。好，自由生 ，11，江翠国中，11号，我跟你讲，11号，江翠国
你是一号、啊。站起来了。江翠国中。你也过来瞧。铃声大萝卜。C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昨天上。C 的，相信我。C 的。C 的。C。哎，最近是 C 呀。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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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你有一堆损友，我就说是 B 了。潜水艇向下潜航的时候，它排开的体积变大了，体积的变大了，因为浮力是排开液体的体积乘以液体的密度，所以呢，浮力就增加。这我刚才跟你讲的，潜水艇下潜的时候，浮力是变大的，所以 A 是错的。地表附近的东西都有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，所以呢 ，C 也是错的。液体的压力 P 等于 h d 会跟深度有关，同一个液体越深的时候压力会越大，所以呢 ，C 也是错的。所以，潜水艇深度增加。我现在已经完全没入海水中了，我再往下潜更深一点，假设密度没有改变的话，排开液体的体积一样，液体的密度一样，那浮力就会一样，不会变。所以答案呢 B 是对的，所以我们答案选 B， 所以我们答案选 B。好，这就是26题。所以请各位弄清楚，一个是轮船的浮力变化，一个是潜水艇的浮力变化，有问题了吗？没有，很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